在美容敬业的路上，奔驰卡曼集团引领着梦想的脚步，John Lee老师的心意无限，学员们在他温柔中茁壮成长。卡曼美容梦想的摇篮，散发真诚与爱的力量，不藏私的指导如春风，每一位学员都是美的传承者。锁链到每只记忆进展，七分刺猬小姐在手中操控，新人秘书的角色扮演，在卡曼集团成就自己的舞台。卡曼美容梦想的摇篮，散发真诚与爱的力量，不藏私的指导如春风，每一位学员都是美的传承者。官网闪耀，电话响起。